不是，你这排个练还得冒生命危险啊！这条件也太艰苦了。我们是吃苦耐劳中国人，吃这点苦算什么呀？哦，我应该不算中国人。不该说话的时候不要说话。那个，下面由我来为大家演示一下啊，这个让大家看一看什么是专业标准啊。那个，大家以后就都按照我这来学习啊。老师。 专业标准，您以前是专业的吗？先接线吧。罗老师，接好了。谢谢罗曼同学。那个，接下来呢？ 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下，啊，哼，看好！哇！笑什么呀？笑什么呀你？谁让你穿的花裤衩啊？啊！ 上课能穿花裤衩吗？穿裤衩子怎么了？上课有穿花裤衩的吗？啊，花裤衩挺好看的。当然不行了，上课不能穿花裤衩，你知道吗？能怎么能上课穿花裤衩吗？这还有什么新疆上课啊？上课再穿，上课穿花裤衩，穿什么呀？那我罗老师，罗老师，本来想。 第一堂课弄个好的开始，结果又搞砸了。为什么每次都这样啊？怎么办啊？就是哦，怎么办呢？吓死我了！你为什么每次都把脸贴这么近啊？那你怎么老是自言自语啊？要你管啊！我现在烦着呢，走开走开走开！我当然要管，非常重要的。我是想问，社团什么时候聚餐呢？ 聚餐你怎么就知道聚餐？现在这个很重要吗？当然重要了，这是我加入乐队的唯一理由。要是不遵守约定，我就退团。知道了，知道了，去去去。OK， 记得哦，到时候我好好遏制肚子去吃 ，OK？OK，OK，OK。
哎呀，咱也得去一趟圣托里尼呀、啊，没准那儿也有一份命中注定的爱情在那儿等着我呢。不要随便乱动人家的东西。我这是帮他看看，仔细的看看，那没准就在我喝豆浆吃烤串的时候，这女孩与我擦肩而过呢。我去上课了，你一块去吗？今儿没课，补觉。那国际通货理论上着就跟长征似的，我上那课肚子饿的都比平时早。哎，对了，我有这本书要还，再不还就罚钱了。你把书给我吧，我今天正好会经过图书馆，我替你还。谢谢啊，这三本。这都是些什么书啊？这么深啊，我都没看过。我连名都没看懂，睡觉去喽。哦耶！你看没看见张浩那照片？就是他跟圣托里尼妞的照片。没有啊，怎么了？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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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件事你丢了？什么？我上次看完之后我就找着了。那你有好好找过吗？我都翻了，就连王明强的臭箱子我都翻了，包括他每一张光盘夹包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那光盘夹包里都是动作片。正经一点。哎呀，你说这平时嬉皮笑脸的人，生起气来是不是个 monster？ 还有他那身材，你知道他什么星座吗？天蝎座。他要知道我把他现在的照片弄丢了，他一定得杀了我。这跟星座有什么关系啊？不行不行，你得帮我，你得帮我，你帮我，要不然我就废了。哎，我怎么帮你？你给我想想办法。你先松手行不行？你不疼我了我。哎，对了，我有这本书要还，再不还就罚钱了。你把书给我吧，我今天正好会经过图书馆，我替你还。这三本，找这个吗？姐怎么在你这儿？怎么变成这样了？那是因为你不知道这样很不礼貌吗？就算住在同一个房间，也不能随便动别人的东西吧？而且为什么我的照片变成这样了？张浩，事情不是你想要这样。我不希望这种事情再次发生 ，OK？ 还有你。作为学生会长，应该知道怎么尊重别人吧？等你冷静下来再说吧。有空吗？我想跟你说点事儿。现在没心情，晚点说吧。你那张照片其实是我折的。我只不过想拿出来看看，然后就夹那书里了。你休息只不过是从图书馆把它拿回来。什么？其实今天你们吵架的时候，我就应该跟你解释清楚。要不然这样，你打我一下，消消气儿，我能扛住。来。哎，你别打脸啊！修奇现在在哪？修奇今天图书馆不开门，他去别的地方念书了。哎，不是你别走啊！我跟你说，你错过这机会，以后可就没有了啊！你真的你不打我，你真没机会了。我走了，我。
大叔，请等一下。这么晚了，辛苦了。张浩，这个锁好新奇，我可以看吗？这有什么好新奇的？哇，看起来好高级哦，是这样用的吧？怎么打不？哎，你这孩子，这大半夜把钥匙给我撇了。哦，对不起。这找不着我吧？怎么锁门嘛？啊？哎，别哪儿？我现在我也没看着啊。张浩。哎，找到了。你可吓死我了！快回宿舍去。对不起。好好的。对不起。Good night。其实刚才你不用那么做的，不过谢谢你了。你没必要谢我，是我向你道歉才对。我听俊才说了，真的是我太冲动，对不起。你看，为了找他，我没多想就过来了，不知道他住在哪里，不知道他在做什么。我只有这一张照片，甚至连龙曼这个名字都不是真的。在这个陌生的地方，又总是事事不顺，我有点迷茫，不知所措了，所以对不起。行了，没事儿，我理解你。哦，对了，那个是什么？我在楼下也看到了。啊，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，不过我觉得挺好玩的，就临摹了一个。何姐了？不吵了？吵啊，在吵啊！不行不行，打他！哎，你打他！哎，你打他一下，这点小事至于吗？以后谁都别提了啊！哎，你们谁看到我袜子了？我已经习惯了中国的校园生活。习应性，习应性，和无福，和无福，幸福，幸福。可是每当回忆起 Santorini 的那段时光，他的身影总是无法忘记。不知姓名的女孩，你在哪里？好玩吗？啊，不好玩。知道送蔬菜到我们这儿的那家店吗？把收据给我送过去。好的了，姐，老姐，姐姐，快去！天气这么热，我不想去。